many people have died since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China began, really? And what's the true situation in Wuhan City, the epicenter of the outbreak? This investigative report by NTD aims to find out. It's a tale of two cities. Wuhan, the biggest city in central China, is bearing the heaviest weight amid the novel coronavirus outbreak. Accor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China state media,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massive disease control measures are being taken. But anecdotal evidence and online videos from Wuhan tell a different story. Among the mysteries revolving around the outbreak, two questions are critical. How many lives has the virus claimed? And how many of those lives are only known to local officials and hidden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On February 4th, NTD's undercover investigator talked with executives from some of Wuhan's biggest funeral homes. The conversations show a simple yet heart-wrenching fact. The math simply doesn't add up. The number of bodies being cremated just doesn't match the government's figure by a large margin.我是这个中央督察组的，我是王有发啊。哎，你好，是这样的，我呢是出差一下问一下，就现在的这个疫情啊，我们看着还在向上涨，你们现在这个工作量，你们目前啊完成上可以吧？就是目前的工作量，你们现在感觉到怎么样？还可以完成对吧？ 如果再增加，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压力很大。领导，你要是轻松话，要听假话。你要当然要说实话了，我们。实话，我就跟领导说，我现在我本人都要快崩溃了。哦，你讲讲看，为什么？现在压力非常大。那为什么呢？你们现在重心都在医院那块。对。我们这块被人遗忘了，我们现在每天的运输量和火化量是平时的 4到5倍，我们的人员从春节前到现在，人都上没有消息。哦，就是。而且还得不到人员的补充。嗯，那你现在说4到5倍是一天，像昨天你有多少？我这个数字我不好跟你说，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你光一个电话，我这个按照上级的要求，这个数字不行，随便说。对，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这可以理解。你可以说真实具体的数字。 我现在就问你啊，我就是想了解这情况，然后呢，看你们人员需要多少。请你向我们的心理走走组织程序去询问，因为你现在是一个电话，我按上级的要求，我不能随便透露数字。可以，你不能给你讲个大概的情况。好，你现在就给我讲个大概的情况，我现在就是需要了解。因为我刚才已经给你讲了。现在的业务量是平时的4到5倍。哦，4到5倍。 那你这个业务量是从什么开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么紧张的？从腊月的29，这个数量就不断在上升。你说的就是说已经达到最高峰。嗯，昨天达到最高峰。昨天是最高峰了。你说的腊月29是12月29是吧？腊月29应该是。 23吧，23还是22号开始，开始人数就感觉不对头了，这个人数就上升的有点猛了。哦，那你们现在是这个每天是3班倒吗？不叫3班倒，领导，哪有人3班倒啊？哊，我现在能够排2班倒都不错了。哎呦，我在这个地方已经是每天能够睡上2-3个小时，已经是很幸福的了。哎呦，那是你们辛苦了。 那现在你看，如果说给你们整点人员的话，需要多少人可以满足目前的这个量？增加人员。如果按照昨天的那个量的话，至少要给我增加40到50个人。那你们现在有多少人？我现在有110多人。110多，你们一共有多少个炉子？我的炉子设备共有18台，但是能够使用的只有11台。11台，那你这一个，你怎么只有11台？就是他妈的一帮人欺负我本来中央搞的，最后他妈一帮他妈的反腐倒流，我们坚决支持，但是。
你这样一站，设备设备设备没有。哦，我们建成那几扇门了。那你那些十一台可以工作，那是不能工作的，是坏了吗？还能不能修？ 老的坏了。老的是完全不能修啊！前天，好不容易通过四指环路从外地找了两个维修工过来，你知道现在封城。我跟你说，我马上派人来给你维修炉子。你现在是需要什么？我问你，你现在需要什么？除了需要人，四十几个人，还有什么？我现在需要人。我现在叫他来，我的人太疲算了，太疲乏了。 对，现在得不到消息。你刚才还说三班倒，我现在两班倒都做不到了。哎呦，那你这两班倒二十四小时，那就一班就得要十几个小时啊。我的人员都没回家了，领导啊。哎呦，那你现在这一个人一个炉子要几个人看？是一个人看就行了吗？我一个人要管几台炉子。我火化工加上维修的总共才是12个人。那你刚才不是说你有100多个人吗？ 100多人，还有些女同志，我现在车队那边，我9台车，每台车派4个人，两班倒，领导你算算，我全管的男同志全部去监理尸体了。那你一台车能当？我们要到去搞调度、接电话、消毒。那你一台车一次能拉几十几个人啊？以前一台车拉一个人的。现在呢？我们把里面的，现在把里面的隔的那些东西给拆掉了，再少拉2个。 然后把有的把我的那个那个已经不是殡葬制的中巴车，一直卸掉，一次拉7、8个。哦，这样的话，那你十一台炉子，那你这11台炉子那是少了一点。那一台炉子，那处理一个尸体需要多少时间啊？50分钟。50分钟。哦，那能不能缩到半个小时？这个能不能缩短？ 那你有些地方说是40、45分钟、40多分钟就可以了吗？那我不知道人家的设备是怎么回事。你们的50分钟。到50分钟。对，50分钟。那也是够忙的了。哎呀，那你这个真是够忙的了。那我不是说我这要分配了，就是这样。那你原来正常的情况下不需要晚上值夜班的嘛，对不对？以前按照武汉市的习俗，12点钟以前要落葬。6点多钟开始上班，对，火化，到中午就不干了。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我告诉领导，遗体接应起来，立即火化不停。哎呀，那真是够，现在够忙。还有一个，那你现在每天能不能现在拉来的，能不能完成？有没有积压下来放到第二天做的？火化的、积压的这个情况还不是太严重。主要是那个遗体在医院的，我们接应不及时。就是车少。那个什么，我们完事的狗屁时间拉不成。他说什么叫我们在1个半小时把遗体拉完？拉得了吗？赶快去市里去拉一下试一下。哎呀，那是因为狗屁官僚主义。那至少这跟你们书记应该。他现在给我们下指标，要纪委的督查我们。病院变成死了以后，要我们1个半小时以内把遗体拉走。 对，那是。人做到了，那你叫他派车来啊！你叫他派车拉过来嘛！你们负责烧嘛？我们没人叫车没车。那你叫那个书记，你说你给我拉个人过来。是书记，你说你叫他拉派车送过来。你说我们没车，我们烧可以，但是拉着没那么多车，那他。他怕官，我局长怕官。他敢去说吗？哎呀，所以说这些事情，可是你们书记给我们汇报的，说是你们是 保证完成，而且现在还是有有有权利。狗屁，妈的！那这我是个枪毙，我这是一个基层党员，凭党性跟你说的话。对，我相信你，我相信。昨天你们拉了多少车？跑了多少趟？不好说多少车，领导，我真的不好说多少车。这基本的组织原则我还是要。没关系，你不说不要紧的。好，我至少我应该给你很快解决人来。第二个，叫你们书记给你派车来。 增加些，你说现在你这情况，你们需要增加多少辆车？我们现在主要是人力的问题，车给我增加这3-4辆都可以了，我的人现在受不了了。人给你增加40-50个人，小时人不停的去搬运接人。哎呦，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去男同志全部投上去了，让人他妈的人动的都上去了。哦。
那你们这个1月20号以前，是不是还可以嘛？对吧？啊。1月20号以前还可以。啊。情况不是太严重，但是那个数字是一直在向上上走。那上走数字增加是从什么时候？从12月20号差不多就开始了，对吧？十几号。应该在元月的10几号开始就已经那个数字就有点不太正常了。昨天其实还。昨天是最高峰值。我跟你讲，昨天还不是最高。现在还在往上升，所以我为什么我要打电话来问问你们的承受能力呢？就是这个原因。我真的是承受不了了。我昨天跟我的局长说，我说我这哪天疯了，我就自己要去跳楼了。我说你给我下的这些任务，我真完成不了。嗯。我说，什么医院里面人死了以后，嗯，我们马书记说了啊，人死了以后30分钟内医院完成消毒打包。公安部门30分钟内完成给家属的什么手续，同意一起火化。民政部门30分钟把遗体接走，什么狗屁出现，有点常识没有啊？嗯，我是这几个殡仪馆的，我们管的范围多大？我的车开过去半个小时到不了。对呀、啊，你知道他们其他几个殡仪馆情况怎么样？只会比我差，不会比我好。哦，你们跟他，你跟他有沟通吗？有沟通啊。嗯，你最近跟哪个殡仪馆沟通过？我跟汉口殡仪馆沟通过，他现在的业务量比我还大，他的压力比我还大。你说是哪一个殡仪馆？武汉市汉口殡仪馆。哦，他的还比你们压力还大。他的量比我还大。他们是这个服务的范围是哪几个医院呢？他服务是汉口片的，就是武汉市。对。江岸、江汉、桥口、嗯、木樨湖区，然后武汉市第一批定点的23家这个定点医院，他承担了8家。除了这个医院之外，有没有这个就是社区直接给你们拉来的？有些倒在路上的，他就不一定去医院了，对不对？有。前几天我做了个统计数据。嗯。我们在建这个就是前几天数据啊。嗯。数据不代表这几天。对。前几天医院的就医情况有所改善。前几天我做了个统计。嗯。38%是医院接来的。哦。61%是在家里死亡的。哦。所以说这个就医的情况很不好，前几天。对。你想想，60%都在家里死的。哎呦。当然这个家里死的不一定是这个肺炎啊，也其他我说的这个数字没有区分肺炎和非肺炎的。现在大部分都是。武汉市这帮狗官把这个城市管理的一塌糊涂。是有些问题。哎呀，真的是你们辛苦了啊！你们辛苦了，我们尽快的，要叫他们尽快的解决这些问题。好，辛苦了，谢谢。好，以上我所说的是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说出来的。嗯，知道了。好，那就这样。好，辛苦了，多保重。谢谢领导关心。啊。The strong reaction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phone clearly speaks to how desperate the true situation is. But our investigator wanted to know more exact numbers, so he called again. 哎，你好，你好。刚才我们通过电话，我放下电话呢。你好。哎，对，我放下电话呢，就跟你们这个市里的领导，讲了一下情况，让他们赶紧派车来。他们倒是答应尽快给你派车来，但是呢，他们也说一个情况，我在想可能这情况有时候可能沟通不够啊。他说呢，你们像你们昨天呢，倒不至于那么忙嘛，说可能你那里也就40-50个，不至于忙成那个样子。我就现在要核实一下，是不是这样的？领导，你能不能派人实地到我这来？别问我，嗯，到我车队的调度室查我们的。派车单。哦，现在是这样的啊。看一看我的源头查体，我每一具遗体从哪个医院拖过来的，几点钟拖的，几点钟火化的。对，领导。对，我现在是给。相信这帮这些狗官。对，现在是这样的啊。为什么中央就派我们这个督察组到这儿来？就是因为有些情况我们了解不到，这些领导有时候他。为了当地的这个工作啊，这成绩啊，这个形象啊，他有时候给我们不一定说真实情况，所以呢，我们要实地来找你们基层的啊问一下，就这个原因。所以我昨天跟你负责来的说，昨天是我们最多的一天。
昨天是多少？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他说40多个，不到50个，是不是这样的？我叫姑且相信你一下。嗯，你说。我昨天总共接运的遗体，嗯，127个。哦。烧掉了116个。OK。然后确诊数，确诊的。嗯。确诊数是8个，我拖在这127个中间。根据死亡证书上面标明的确诊的8个，嗯，写的疑似并疑似的，嗯，是48个，嗯，我这是有全部有死亡证书在我手上的。哦，好好，我知道了，行，那他们还是说了一半，哎呀，就是索取呀，他就是觉得好像是他们工作做的都很到家了啊，下面呢有时候是抱怨啊，这个好像是。我知道你们很辛苦啊，你们在中间也确实，你们一线工作很不容易。这些领导呢，他也不见得了解真实情况。行，那我知道了。真的希望中央重视。好，你放心好了。好。他们这样搞下去，这个不敢想象了。是啊，行，我知道了。好。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了，然后灾难、恐惧、疾病这些都跳出来了，然后但是这个盒子里面最后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看这个希腊神话里面他说的，就是希望。嗯，只要希望还在，那么之前的所有这些都不会是什么问题。嗯，